作每天一分钟。上了这么多年学，集体毕业照也拍了不少，可是没哪张能看到自己。肤浅的人类想要在毕业照中突出很简单的。个子高，站在最后一排的最中间，拉上一整排身高稍矮的同学就能独树一帜。个子矮，那就扎在高个堆里，哪里缺个口哪里就是你。换个发型，长发烫成扫把头，短发直接剃成葛大爷的光头，打上蜡隔着照片都能晃瞎双眼，还能去染头发，染成金黄银色或粉红色，随便在哪都显眼，就更别说毕业照了。粉刷就是最亮的星，前一天打听好同学穿什么，穿暗色的多你就穿亮色，拍照当天跟和你衣服颜色差异大的人在一起，有差异就突出，都要穿学士服，那男生就裸上身，女生就在第一排露大腿，怎么拍都是你销魂的身姿，想不明显都不行。